只是一个起身就引起了全场欢呼，只是平常的一个喝水就能让上百个摄影师围攻，这就是 C 罗的影响力。当他在替补席上的时候，人们的焦点就不再是场上的比赛，而是他的一举一动。对于葡萄牙人来说， C 罗是比总统还要重要的存在，因为是 C 罗的影响力让全世界认识了葡萄牙。葡萄牙的导游会对外国游客说，如果想在葡萄牙生存下去，那么你必须遵守这一法则，那就是必须承认 C 罗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。甚至就连葡萄牙总统都会骄傲地对特朗普说，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，那就是 C 罗。在全运会的开幕式上，一位葡萄牙运动员对着世界做出了 C 罗的庆祝动作，随后再说，你们好，我是来自于 C 罗的家乡。为了提升国家的影响力，北马其顿总统并没有在赛前向葡萄牙国家队发出挑战，而是专门向 C 罗发出证书。可以见得，对于一个小国来讲，能够拥有 C 罗是何其幸运的。